松开螺纹，将蝌蚪管伸到最里面，将地线夹夹至蝌蚪管，准备一个一毫米的不锈钢，按住出光按钮，它就会出光。然后找一个最强点，就是焦点最佳处，这里就是焦点最佳处，往前伸蝌蚪管，再找一下，还需要往前。此处就是泊送丝焦点最佳处，具体的话按照这种方法去调节就可以了。